今天就让我试着用公投间的角度跟风格，以信长之旅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我所知道的织田信长以及农机。相信你听过很多信长公的故事，但你可能不熟悉究竟统辖间在哪里，本能寺又在哪里，以及该如何前往。而且如果想从更深的角度来认识信长，又可以从哪几本书开始？而这些面向正是公投间要带你认识信长的方式。他是出生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天文三年，西元1534年，通说是出生在那古野城，也就是现在的名古屋城。但根据近年历史学家的考证，由于他的父亲织田信秀当时尚未夺取那古野城，因此信长比较有可能出生在胜藩城。藩是旌旗的总称，因此有胜利的旗帜的含义。这个胜藩城呢，是位于尾张国的海东郡，也就是今天爱知县的西部。我们可以在爱知县的旅游官网上找到这样的说明，胜藩城据说是曾位于横跨道泽市以及爱西市的城楼，是织田信定，也就是信长的祖父下令建造。说是城楼，但不是拥有天守阁的样式，建筑周围有土墙和护城河环绕，而现在城基上立着石碑和解说牌。附近的胜藩战前广场则可以看到推定复原模型以及童年时期的信长像。对一般人来说啊，织田信长的生涯如果要浓缩成三个关键字，应该就是统辖间、安土城和本能寺。信长于14岁初次出阵，带了几个人到三河国的吉良大兵，而率领军队在城下町放火。15岁的时候就迎娶了农机，当时信长的居城是青州城，所以目前的青州城基就有农机的雕像。20岁才初次会见斋藤道三，据说老丈人看到这个女婿，一开始是觉得穿着随便不懂礼貌，而换了衣服之后却英姿勃发，就觉得完了完了，美浓要变成女婿的了，之后就真心扶助信长。而关于他们会面的正德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做过非常详细的考证，但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其实呢，很可能是信长公记写错，应该是同音的圣德寺。而这座圣德寺就位于现在名古屋市的北区庄内川的河畔，要说它位于青州城跟美浓之间也是合理的，甚至近年的大和剧《麒麟来了》都直接写成圣德寺会面，不知道战国迷朋友们是不是能够认同，但这就是历史旅行的乐趣。让信长真正一战成名、名扬天下的统辖间之战，是发生在他27岁，就是在东国大名金川义元上洛的路上。金川义元不仅是武田信玄的姐夫，还是北条氏康的七弟，号称东海道一公曲。毫无疑问是东海道最强的武将。而关于这场战役呢，一般的说法都是信长突袭了金川义元，但根据近年的研究，当时还发生了异常天候，例如暴雨还有冰雹等等，或者可以说是信长的强运。因为这场战役赢得太传奇，因此也就有各家之言，这边就不说太多。但是这个地名统辖间 OK 哈扎妈的由来以及位置也是众说纷纭。如果看日文维基百科，事实上这个地名呢是要到江户时代的地籍资料才出现。辖间指的是丘陵和谷底平原交错的地形。无论如何，目前在名古屋市的绿区就有一个统辖间町，也有统辖间古战场公园，提供给喜爱历史的人想象跟凭吊。我知道在台湾有许多人对日本战国的历史跟人物非常熟悉啊，因为从小都在玩信长的野望，或者是每年追大和剧也有这个效果。很多人应该知道，其实其父这个名称呢，是由战国三英杰之一的织田信长来命名。这就要讲到我另外一趟旅行，当时是为了帮捷星航空推广由台湾直飞到名古屋的平价航线，进行了一趟说走就走的大叔自由行。行前完全没有计划，红眼航班半夜起飞，抵达中部国际空港正好天亮，出关到了空港电车站，随性买了名铁全线二日票，看了一下名铁的路线图，哇，根本就是半部战国史的范围。
而因为订的旅店要到下午才能入住，所以就搭电车漫游去了。从空港搭电车往市区，大约20到30分钟左右，这要看你搭的是直达或者是一般的电车，就会来到一个站叫做神宫前。而这个神宫指的就是热田神宫阿兹达进克。根据名古屋的官方资讯，热田神宫是郁郁葱葱的神院热田之社的镇护者，每年呢都有近700万人的参拜者，热闹非凡。不只是名古屋，来自全国的人们都把热田神宫当作心灵的故乡，敬以无限的崇敬和信仰。这里还供着日本三种神器之一的草剃神剑 Kusanagi no Tsurugi。自古以来，朝廷和武将都很崇敬它，被认为是仅次于伊势神宫的大功。而在织田信长年轻时对抗金川义元的战役，他就是一马当先冲到热田神宫，等候兵马集结，并且在此誓师，随后就缔造了统辖间之战奇袭制胜的传奇，也奠定他往后天下不武的基础。所以热爱战国历史和织田信长的人怎么能不来这里朝圣呢？在神宫境内还可以看到一道信长坪 Nomunaga Bay， 是织田信长取得胜利之后为了还愿而捐建的围墙。根据说明，它和京都33间堂的太阁坪以及兵库县西宫神社的大殿坪并称为日本三大土坪，更是有一看的价值。热田神宫占地很大，但是平日去的话没有很多的游客，有一种极静之美。原本大家如果来到这边应该会买一个象征胜利和成功的圣手，但我看到这个男手叫 Maslao Mamori， 他是兼具智慧、力量、勇气的守护，就买了他。后来才知道男手也是热田神宫的特色之一，因为他所祭祀的草剃剑又被称为天丛云剑，正是日本神话中须佐之男斩杀8岐大蛇时在他的尾巴里面发现的，那就更有深一层的辟邪以及文化的意义存在。而取材自神五岳的五岳灵纪念品也相当的可爱。而在名铁路线图上见到另外一个名字也是我一直想去的，那就是国宝犬山城 Inuyama Jo。犬山城不仅是江户时代的12座现存天守中最古老的，同时也是被指定为国宝的5座天守之一。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白帝城，是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笛生除来引用大唐国诗仙李白早发白帝城的诗而取名，是不是充满了古典浪漫呢？而实际上犬山城也没有令我失望，不过倒并非完全是城本身，因为城实在是看过不少了，而是从车站要走向犬山城的途中会经过一条长长的本町通，非常具有城下町的氛围，沿途有许多的老宅、咖啡馆、商店、茶寮。结果我逛了半天，又喝咖啡又拍照，好久都还没有进城，就知道有多好逛。当然城本身小巧精致，和我印象中的高知城有一点类似。犬山城最早是由信长的叔父织田信康建造，也历经过几次的改建，在小牧长久守之战中曾作为羽柴秀吉对抗德川家康的据点。从天守上面眺望木曾川以及对岸岐阜县的风景也是十分的优美。我说真的，如果是情侣去，一个对历史有兴趣，一个可以在前面逛街喝咖啡，各取所需，两全其美。大原市境内呢，有一座在战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城，就是墨雨城 Snomada Jo，又被称为墨雨一夜城。据传是织田信长进攻美浓时，他的家臣木下藤吉郎负责防守此地，一夜之间就建起了一座城，效率和能力让信长刮目相看，之后就大力提拔藤吉郎，从此平步青云，也就是日后当到太阁成为天下人的丰臣秀吉。虽然这种兼具传说和史实的野史难以查证，但对于地方人士或者政府来说，当然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重点。所以这里不仅建起新的墨雨历史资料馆，还有太阁出世桥以及祭祀出世之神的丰国神社。这个出世当然就是出人头地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人期望像藤吉郎一样，从一介平民白手起家成为天下霸主，或许真的要来这边参拜一下。从中部国际空港有名铁特急直达基辅祈福市，车程约一个小时多，因为是周六早晨，所以没有什么乘客，坐电车看风景非常的惬意。抵达名铁祈福驿，再搭公车去祈福公园，园内的历史博物馆毫无意外的是信长主题的展览，往前走还有一处织田信长居馆机，心中都感觉好像已经响起大和剧的配乐了。而熟悉战国历史的人就知道，这里原名稻叶山城，曾经属于斋藤道三、义隆、隆兴等等，被信长攻陷之后取周文王出祁山而平天下的意思，改称为祁父城，而祁父县的名称也正是由此城而来。我还看过有人说这个父字来自孔子的故乡曲阜，无论是不是真的，都可见信长还是蛮有学问的。好，既然原名山城，就表示它有一点高度，必须从公园搭一段金华山缆车再继续步行。坦白说，搭乘半夜的红眼航班本来就没有睡好，一大早就来爬山真的是有点硬，但想到是探访战国的史迹，心情畅快，靠着意志力也就登城了。以前都说这座山城是易守难攻，但其实腹地太小，很容易被围城，所以前后被攻陷了七次，但作为城主赏景之用却是十分的优美。当你在近代重建的山城天守上俯瞰四周浓尾平野的风景，会很庆幸哦，还好自己有爬上来。到了1576年，也就是天正四年，信长命丹羽长秀在琵琶湖边兴建安土城，于1579年完工，共5层7重，豪华绚烂。据说内部有挑高天井楼阁的设计。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寄回母国的信上都赞叹说，即使是欧洲也没有如此豪华的城堡。安土城可以说是织田信长即将完成天下统一大业时，在领地美浓跟京都之间的一处交通要道上修建的城堡。如果我们用现代的交通方式来看，可能会困惑他为何要把城建在这个位置。但我经过上集提到的作家竹村公太郎的从地形看历史的概念来洗礼，再加上自己也搭电车经过米原、关之原的经验，就能够完全理解安土筑城之处实在是控制当时日本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而且临近羽柴秀吉的长滨城以及明治光秀的坂本城，联络两个人也比较方便，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他不仅大面积的砌筑了当时罕见的石墙，还用饰以金箔的瓦片覆盖屋顶，而且耸立在海拔200公尺的安土山上，从远处就清晰可见。它不仅是一处战略据点，作为观赏型的城堡，也彰显着信长的权力。城堡建成之后，在1581年的7月，信长曾经用火把跟灯笼装点天主和石墙，这件事被记入史册，可以说日本历史上首次灯光秀的活动。由于安土城早已被摧毁，所以只能想象当年的繁华。而现在 JR 安土驿的周边有滋贺县立安土城考古博物馆可以参观，至于另一间安土城天主信长之馆则还在整修，预定要到2023年3月再开放。虽然我还没有真正去过安土城，但是光秀的领地丹坡国以及坂本城我都去过，尤其是站在坂本城基的琵琶湖畔，可以遥想当年对岸的安土城是多么令人折服其威望。关于织田信长最后的事迹，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就在他的地位如日中天，派遣部将羽柴秀吉攻略西国与毛利家抗衡，并且自己也动身要赶往前线的关键时刻，却遭遇了明治光秀突然的叛变，率军攻入信长在京都居住的本能寺，一代豪杰就在以寡敌众奋力抵抗之后，
转身进入内室，如同他所喜爱的一曲敦盛，人生五十年如梦又似幻，葬身火海之中。而这也是无数戏剧不断重复演绎的场面。很多人到京都旅游，在四丁通的商店街逛着逛着就会遇到本能寺。当年我也是意外邂逅般的惊喜，但现在很多人也知道本能寺其实早在当年就已经烧毁，原本的位置在距今要步行约20分钟的有小路通，仅留下本能寺基的石碑，之后才在秀吉的命令下迁到现址重建。而尽管不是原址，但是寺内依然供奉信长公庙以及350年纪念碑等等，而且在官网上也详述了信长跟本能寺的因缘，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信长因为曾经下令烧毁比瑞山严立寺而被称为佛敌或者是第六天魔王，而他也如此自称。但是这里却写着信长真正的意志是要恢复佛教本来的面目，向当时腐败的宗教界发出一记警钟。而在留下的记录里面，他前后共寄宿在本能寺4次，可以说非常信任而且钟爱。主要的原因有3点。第一，住持日成上人是天皇的亲戚，有利于建立跟皇室的关系，至今本能寺都还挂着菊花文章。第二，当时的本能寺建有高墙，而且围绕着深窟，类似护城河一般，有益于防守的功能。第三，本能寺很早就去种子岛传教，在当地有许多的信众，而种子岛又是火神枪，也就是铁炮传入的地方，因此透过本能寺的信众的脉络，甚至可以取得铁炮跟火药。这些都是崭新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历史旅行中发现的乐趣。而本能寺的线上商店也将信长作为主题，贩售许多周边的商品。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也想到信长身亡之后，那隆基呢？由于他没有为信长生下子女，而史书往往对没有生育的妻妾记载并不多，导致他的后半生也是一个谜团。有人说他早已亡故，也有人说他曾在本能寺与信长共同战斗。而史书上的记载是在安土城也被烧毁之后，信长的妻妾中有一位名为安土殿，受到信长次子织田信雄的照顾。有人认为这位安土夫人就是隆基。无论如何，我们的内心里面总是暗自期望她可以安享晚年，而这些传说或许就反映了粉丝的愿望吧。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跟旅游话题，我们下次见。